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2天。有人有人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5天。哟，啥呢？别吃啊！哎，那啥，啥子送？有人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大嗓子吃，美味。
哎呀，真是大题呢。别动啊！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三十九天，有人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你这个是什么鱼子酱啊？鱼子酱，你知道鱼子酱多贵吗？你自己家里面什么条件不知道？这能有多贵啊？才两千八，才两千八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是这两个，我给你放下，我吃了。有人啊？对的。哎，等我一吃鱼子酱要有仪式感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还少一个东西。真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！吃饭了。今
我给你吃那糖。又吃独食一会让你好看。拿黑糖，黑糖最灵了。你看老公对你好吧？有人。我的电话在这里，是你的电话，你去接啊。就我拿一下。你去接啊，我不去。啊？你没事吧？没喝多吧？明天想喝什么？告诉我。吃饭了。今天吃面条。今天没买菜，不用看，跟我一样。我都看到了，还想骗我？快去帮我搞一个豆腐乳过来，快去啊！呜！有人。
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有人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，我昨天给你钱买大米，你是不是忘记买了？不，我下班的时候没来得及，忘记了。明天给他寄了。好。你吃呀？你怎么不吃？是我做的菜不好吃吗？今天运动量不大。走下。你不吃吗？可别好捅哦。不吃，不吃。真服了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！你不是不饿吗？看着我吃。有人。
帮你按。你看，你看这。有人。盖着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看样子还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。有人。What？ 哎呦我的妈！吃饭了。叫你吃饭都不积极。给你加点料。快吃饭了。好。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
他今天肯定又像昨天一样偷吃，整整他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有人。他肯定吃到芥末了。今天给他长长记性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别说了啊。真香，哎呀。有人。
别动我的。等一下你就知道厉害了。这啥呀这是啊啊、老公肯定以为辣根放羊排里面了，我偏给你放扣肉里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个羊排全部是芥末。别动我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原来他的肉全部在这里。
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自己做自己吃的第十七天。不许动我的啊！妈真香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怎么盖子上面有葱花？
哎呦我的妈！自己做自己吃的第二十天。嗯，今天做菜吗？他肯定以为我今天没有做菜。有人真香，哎呀。自己做自己吃的第二十二天。你不吃饭？肚子不饿今天。有人you
有人做自己吃的第三十一天，他肯定等下要抢着吃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，你别吃这个肉了，你看你都长什么样了？就这个，哇，都是点青菜，这怎么放？有人。这个吃独食的毛病就是改不掉，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，简直豆印凉啊。让你吃，等下有你好受。看来他还没有吃到芥末。要想个办法让他吃猪脚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让老公好好吃顿肉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趁我不在，又把好吃的藏起来。白米饭，我不吃白米饭，我吃这个。这个也好吃啊。白米饭有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准备的大鸡腿，你是真不吃啊？好吃，吃这个吧。嗯，我都看到了，怎么可能上你的当？给我吃一个。行，吃这个。好吃，就是这个吧。
吃怎么吃？白米饭不好吃吧？多吃饭。等你吃饱一点，我再吃。想做饭的第四天，你不吃饭吗？不吃。你今天没做饭？没做。你今天没做菜？没有啊。要不我把面给你吃。吃吧，没事。没想到他今天这么好，其实他还是对我挺好的。把面条给你吃吧。先让你吃饱，我再吃。好不好吃？还行。就下午面条、啊、这个你不要吃啊，有人要不再给你吃。今天我还以为他变好了，没想到等我吃的差不多了才把好吃的端出来。哎呦我的妈。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1天。
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